面是腹黑霸道总裁，一面是执着呆萌暖男。如果爱有天意，为何却偏偏爱上仇人的女儿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家家？你爹已经害过我爹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娘？抓住彩虹的男人，如果可以终成眷属，他又该如何守护自己的幸福？他明明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人，可是他为什么一直不肯认我？严朗是我跟别人的孩子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两生花，彩虹善变花一世，这个六月，浙江卫视《花样暖男季》，抓住你的爱。